哇塞，好长的彩虹滑梯啊。Hi guys. 突然车车从天而降，一自卸卡车，二挖掘机，三铲雪车，四压路机，五推土机，五让车车顺利抵达。再看看滑梯上来了五个大彩球，马里奥系列挡板也弹了出来，不远处还有五面墙挡着。突然搅拌车同时往池里注入彩色油漆。That's amazing. 挑战马上开始了。自卸卡车率先出发了。它撞开了大足球，紧接着撞开红色马里奥挡板。顺利进入油漆池，一个华丽的转身。一辆红彤彤的卡车出现了。接下来轮到挖掘机登场了。他一口气撞开了大足球和黄色星星挡板，冲进油漆池，顺利变身黄色挖掘机。Yellow， 该出发了，铲雪车。Come here， 他迈着稳健的步伐，先后穿过了大足球和绿色挡板。一会儿时间，一辆充满活力的绿色铲雪车出现了。等候多时的压路机也准备出发了，它轻轻松松撞开了足球和蘑菇挡板，一头栽进了池里。一辆蓝色的压路机旋转飞出，太酷了。压轴登场的是推土机，卯足马力往前冲，撞开足球，轻轻一跃冲破挡板，顺利进入了油漆池。快看，推土机变成紫色了，挑战成功。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呀。拜